南山律在家备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各位请翻到讲义第17面，我们接着介绍物二的法物。那这是属于三宝物当中的第二个法物的部分。好，我们看到这个文，好，借数云。言道法物亦有其事。一，法所受用者，为指宿竹木上书经，上书经相，或相含契符，曾经成主，刻定永世不许改转，此则一定尽同圣教。好，法物的话呢，跟佛物一样，相对的也是有这个四种。好，那这四种跟佛物是都是那种分判的方法，那都是一样的。第一个就是法受用物，就是法所受用，法受用物包括什么呢？指，那素的话是指那个白色的这个生绢布，就是说有的经典啊，它是写在那个丝绸的那个绢布上的，这个素。竹呢，就是竹片，好像古代那个用竹简写的那个竹。木呢，就是木头，木块。好，那上面上书经像，上面书写这个经典或者这个佛像这些称为经像。这是一个，就是写那个经典的本身的这个材质。或者呢，相含契符，这个符就是这个行李或包袱，称为那个符。或者装这个经典的箱子，契符，那个符就是说像这个包金布比如说这块布专门是用来包经典的包金布称为契符。曾经成主曾经装过这个经典法宝的这个东西刻定永失，就是它的功能纯粹就是为了要供养法宝的包括这个经典的纸张这些本身，还有装经典的这些这个器谱这些容器不许改转。这个就像佛像还有佛殿一样，这是固定不能改变的了，都是属于这个法受用物。所以此则一定尽同圣教，这一定的不能改变的，所以呢要对他十分的尊重恭敬，就像面对的这个涅槃的这个法宝一样。我们过去在讲中体篇的时候有提到有这种四种的三宝。那这个离体的三宝就是涅槃无为之理，我们今天三皈依最主要皈依的就是离体的法宝，这涅槃不生不灭的这个道理。但是怎么样趋向涅槃不生不灭的这个道理呢？所以呢依着这个理所显现出来远文字的经典，这个称之为住持的法宝，住持在世间引导我们趋向涅槃的这个法宝称为住持法宝。那么对住持法宝的恭敬，那这个就是属于法物的这个部分。好，然后呢这是出这个物体。第二段是所以皆是灭理之所依持，故有损益并望涅槃而生罪福。好，灭理就是我刚讲的这个离体的法宝，灭理无为，这种实相不生不灭的这个道理，灭理无为所依持的，就说它是个标月值，透过这经典原文的标月值，可以使我们能够见到我们的自信，这个灭理无为的这个理。那既然它是灭理无为的依持，所以就像佛像一样，佛像它是佛的法身的全体大用，同样的这个经典它是灭理无为的全体大用。因为灭理无为它既然是不生不灭的理嘛，它是遍一切处，跟佛的法身一样遍一切处，那么当然这个经典本身也就是包含在内，也就是这个法这个离体的法宝的这个显现的一种显现。所以呢故有损益，损就是这个破坏，
义就是这种恭敬，并望涅槃而生罪福。这个住持的法宝经典，它是能够诠释的原文字。涅槃呢是所全的这个理，能全跟所全是不二的，就像佛像跟佛的法身不二一样。佛的法身和这个佛像是能全的，佛的法身是所全，好，能所不二。所以这个经典的法宝跟经典的所诠释的这个涅槃的理是不二的，好，望着涅槃而生罪福。所以你恭敬法宝，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如果你认为它只是一些纸张做的东西，好，就像我们讲的那个前两天大家还不知道，有的人把经典放地上，那这个对你这个不仅是不恭敬这个纸张的这个经典，同时是对整个灭理无为的一种不恭敬，好，对这种涅槃境界的一种不恭敬。而我们今天讲三皈依，三皈所皈的主要的就是灭理无为，好，这个实相的这个理。那我们一个三皈的弟子对于这个经典也好，或者他所诠释的灭理无为的理不尊重的话，那这个三皈就有问题了。所以从古到今啊，所有的高僧大德们啊，对这个经典啊都是非常的这个重视，非常的这个恭敬啊，非常的这个尊重。像我看到高僧传有记载啊，古代有那个大德他抄经怎么抄的，他从这个那个，因为那个经典的纸张是从树，好，从这个树然后制成的纸张，他从这个树种树开始，他种了一批树专门要做抄经的纸，好，把种树，而且这个种树呢是用非常清净的一个环境，然后给它灌溉香汤，好，种种非常清净的方式来种这个树。树种好之后呢，做成纸张，那做成纸张之后就是抄经，那每抄个字拜一下，抄个字拜一下，好，所以他当他这个部经抄完之后，这部经呢有很大的加持力，那个很有感应呢。好，所以就像佛像的道理是一样的，你要认为他这个就是这个清净无为的好实相的体，好，在这个显现。那你要这么认为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实相这个离体的这个加持。所以这个是说并望涅槃而生罪福。所以相对的呢，我们要是破坏法宝，比如说这个亵渎啊，把这个丢到垃圾桶，这个写的经典的字啊，不要了，丢到垃圾桶，甚至有的人不信佛的，把整部佛经丢到垃圾桶，那或者这反正任何一个有写经文的，乃至一句记，好，金刚经一句诵，法华经一句诵，乃至一句记的一张纸，随便一张纸，你把随便丢垃圾桶，这个呢都是忘了这个涅槃实相的境界而来结罪。好，那这个过失啊，好，都是非常的这个重。好，所以我们面对这个经典法宝的时候要很注意，所以我们没有事的时候不要随便乱印了。好，那但是你真的印好了，或者你请来了经典，一定要非常的恭敬。但如果自己不用，不受持，你可以转赠给人家，但是绝对不可以乱丢，也不要说放在那个地方，无论它这个风吹日晒雨淋都不管，或者灰尘啊堆得厚厚一大堆都不管，不要这样子。像我们，你看为什么我们经典放在书桌上，我们要盖进步盖起来，这个就是对法宝的一种尊重。因为你这个空气中都有灰尘嘛，那你如果不用盖进步盖起来的话，灰尘直接粘在法宝上，那个这个法宝就被染污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经典你不看，收起来的时候，要不然就放在抽屉，那如果放书桌上的时候呢，你上面要个盖进步盖起来，好，这样子啊才如法。同时呢，你在看经典的这个书桌一定要干干净净的，好，就像你看这个佛像，你不可能把佛像放在垃圾堆里面吧，对不对？旁边一大堆杂物啊，瓶瓶罐罐的，不可能，你一看就觉得很不对劲。但是很多人对法宝没有这个概念，很多把那个这个家里面这个经典啊跟一大堆瓶瓶罐罐的啊杂物啊甚至脏东西啊堆在一起都无所谓，那这个就非常的不好了。所以
有时候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会有障碍啊，这个其实跟过去的因有关系。过去啊，可能就是亵渎啊、哦、这部经典，哦，轻慢亵渎这部经典，所以在学这部经典的时候就有障碍。这个时候就只有多拜忏，哦，忏悔过去啊这种亵渎啊、哦、这个经典的这个过失。如果过去有造这样的业，那现在呢要改过来，然后一方面恭敬，哦，恭敬啊供养法宝。一方面呢要好好的忏悔，好，那个忏悔过去所造的这个业，然后呢也尽量告诉别人，能够接受的人跟他讲怎么样恭敬经典的方法，包括我们把经典给人家的时候尽量都是用双手，双手递给人家，那接的人也是用双手来接，好，然后呢这个经典捧的时候就是尽量捧在胸口以上，当然如果说早课打坐，早课哦那个我们打坐的时候没办法放手的上面，好，那没关系，那平常的时候你拿的时候经典就捧在胸口这个地方，好，不要这个随便拿，像拿那个什么小说一样拿手上甩来甩去的，好，那甚至也不要把那个什么口袋书啊往那裤袋的一插，好，那是非常不好，非常不恭敬的，损自己的福报，好。好，这些我们讲就是说面对经典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事情，一分恭敬啊，一分利益，你今天经典这个佛经的这个义理啊，你要能够深入，有很多的因缘，这个也是一个因缘，你对这个经典的这个法宝非常的恭敬，非常的这个尊重，那你这样在学这部经典就能够得到这个涅槃境界实相那个理的这个加持，好，所以并望涅槃而生罪福。好，所以这个是说我们对法宝的时候不要随便，就是这个法受用物了哈，经典了，这个法受用不要随便亵渎，包括毁损，包括这个弄脏，就要保护好。好，这是一个。再来呢，就是说这个经典，我们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没有讲这个经典。比如说你在佛寺看到这本经典，它到底可不可以请回去，你要先确认一下，就说如果这个经典是放在结缘柜上的，是要让大家结缘的，那大家请回去绝对没问题，好，那请回去之后它这个是属于法受用物嘛，你就好好的尊重恭敬，但是呢就是如果是属于常住的书你就不能请，因为在律上来讲这个经典如果像结缘书他是没有守护者，是没有护主了，但如果是说像常住的藏经楼的这个书，它是属于常住，是有护主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随便拿，它是属于常住的财物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就不能随便请走，除非你跟常住买，所以各位到佛寺看到佛经觉得很好的时候，那你要先确认了这个书不是常住的藏经楼库存的，如果是藏经楼库存的书那么你要请或者是法师要送给你，那你这个时候就要补贴那补贴的话，他这个补贴当然是按照这个纸张啊印刷的这个价格来补贴，因为这个涅槃这个法宝它体啊涅槃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这个无法估计的，所以能够估计的就是这本书的这个造价它的这个成本多少钱你就要应该补贴，好，这个是另外附带的，但是如果是属于你自己的经典你不要说这是我的经典我就随便，不是的，纵然是你的经典，但是它本质是属于法受用物，它是属于法宝，等于说它的主人是法宝而不是你，你只是说有使用权，但真正的主是这个涅槃的境界，所以一切的损益都忘了涅槃来生这个罪福了，好，我们这个必须要这种正确的这个观念，好，那另外包括我们昨天讲要是这个比如说残破的经典或者我们这个书写的佛法笔记如果用不到了也不可能跟人家结缘了，那最后根据印光大师的说法，为了使众生避免众生看了之后产生轻慢不恭敬的心的话，比如说已经毁损了嘛我们就把它很恭敬性把它火化，火化之后呢
那个灰啊、这个或者是说沉到水底啊、或者是顺水漂流，或者呢埋在土里人踏不到的地方，总之这个灰也都是要恭敬的啊、这个处理。所以像我们在佛寺的话，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垃圾啊都分类啊、塑胶类的啊、那个铁罐类的、玻璃类的都分类好。然后呢，如果纸张，因为纸张属于自纸嘛，自纸我们也是分类一类。那另外，如果佛法自纸，那跟世俗的世间的自纸又不一样，佛法自纸又另外一类，哦，那全部我拿去烧掉。好，那这个是第二段是所以，再看第三段出谬见，有人无事烧毁破镜，我今火镜未言得福。有的人啊，好、哦、没有这个见识，烧毁破经，哦，他把那个经典已经残破了，然后呢，他把它烧掉，哦、烧掉之后呢，他心中想，我经火尽，好、哦，既然这个破经嘛，经典残破了，所以用大火烧，把它火尽，那么未言得福，认为这样子可以得到福报，好、哦，那到今立主说，其实不是的，那这个说法。这个跟印光大师的说法有什么冲突呢？啊，同样的烧破经典，道心立主说这个我今火尽可以得福，这个是错。那印光大师的说法是什么呢？他是说你的动机，你在烧的时候，你的动机不是为了要得福报啊，不是说火尽得福报，不是这个动机。你在烧的时候，你是想说这个经典残破了，那么这个给人家看到会产生轻慢的心、亵渎的心。所以我把火化掉，是为了这种护持的心，护持经典的心，不是说为了得福报的心。那么这样子的话，这种动机还是可以的。好，所以这个动机不一样啊，一样是残破的经典，但烧掉动机不一样，好，那个结果是也完全不同。这第三段的出谬见，第四段的具文次，此妄是度半计舍身，着在明点。那两次除祸亦列正经，何得焚除是事在福也。就说这个是众生的这个就虚妄的思度，这个就是自己啊个人虚妄分别啊，甚至有的人民国初年有那个 有人烧那个往生纸，好像现在也还有，就是在这个纸上那个纸钱啊上面写往生咒，然后呢说把这往生纸啊杀了，然后给那个王者说给加持王者。好，那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啊处处呵斥啊这种邪知邪见。因为为什么？因为往生咒它属于法宝，好，这个往生咒的引文字啊这是属于法宝。那往生咒写在这个纸钱上的话，这个纸钱就是属于法受用物了。那法受用物我们要很恭敬啊，你呢为了死人啊好而去烧，想加持死人，这样只会增加那王者的过失而已，哦，增加他这个罪恶负担，好，哦，就像那个地当讲的，到明寺啊，跟阎罗王在那个地方对岸的时候啊，好，哦，那个这个增加他的这个负担呢，啊，好，哦，所以有佛法制止的东西啊，不可以烧，像陀罗尼金贝也是一样，不可以烧啊，陀罗尼金贝的话呢，那王子盖在王者身上，那上面都是咒语，对不对？什么光明咒，很多什么咒语，那个咒语都是属于整个陀罗尼金贝是属于法受用物，这个王者用完之后就把它收起来，哦，只要没有那个被王者玷污了坏掉了，就把它收藏好，准备给下一位用，哦，你不能说把这个陀罗尼金贝啊，哦，然后把它折，连着王者一起埋到土里去，哦，就加持王者，那这个是亵渎啊，因为王者身上到时候长蛆，哦，土葬的话长蛆长虫，然后连那个陀罗尼金贝被啃得乱七八糟的，那这个对王者来说也是很大的过失啊，哦，当然不是他的过失是来自于我们啊，哦，不是，但他也要担这个业啊，哦，是因为了他嘛，或者呢拿到火葬场，哦，那个陀罗尼金贝连王者一起丢到火炉去烧，那也是不行啊，好，哦，这个我们刚才讲经典不能随便烧的，陀罗尼金贝也是不能随便烧的，也不能说把陀罗尼金贝折一折，然后呢，骨灰的瓮，哦，放在骨灰瓮里面，哦，这样一直放进去，哦，这个也不好了，哦，因为这个总是啊，
这个里面总是里面底下放的不净物嘛，就像什么呢？你不会在那个垃圾桶上面放本经典吧，对吧？王子的骨灰盒其实就跟垃圾桶意思是一样的，不净物。那不净物呢，你用那个陀罗尼经被放在上面啊，或者包起来啊，那个都是很不好。所以有的人都不知道，把那个陀罗尼经被连王者一起烧啊什么的，这个都有很大的过失的。好，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在用陀罗尼经被的时候，其实是这样，一般是可以这样，就是跟王者身上是隔着一层棉被的，因为有时候王者啊身上会死尸啊会流出浓水啊臭水，或者是一些分泌物什么的，你如果直接陀罗尼经被盖在上面的话，玷污那个法宝啊，它的陀罗尼经被等于是经典一样啊，就玷污法宝了，那很不好。你底下陀罗尼经被底下应该盖成薄被毯子都好，把它隔开。像王者身上如果散发出死亡的时候散发出分泌物的时候，就不会直接染污到这个经典这个法宝，因为这个陀罗尼经被它是属于法受用物，所以一样要恭敬。所以他这个地方说，不要认为火净可以得到福报，不是的。那么半寂舍身着在明点，这个是涅槃经啊，里面讲的这个佛陀他因地里面的时候，那么为了跟野干求半句寂，宁可舍身，在这个公案。那就是说代表说这个菩萨或者佛菩萨都是一样，对经典都是非常的恭敬，甚至用生命来换都可以，都可以顶戴受，都是顶戴受持的。那这个为半寂舍身这个公案，各位都知道。然后呢，两字除惑，意列正经。两字是什么呢？指的是常住。就是在那个涅槃经里面，他说啊，这个前面我们中体篇也有提到，一个人要是能够听闻这个得有听闻常住二字，生生世世不堕三恶道。只在两字除惑。那什么意思呢？他所谓听，不是说耳朵听进去就算了。而是闻啊，闻持啊，听闻，而且受持，这个常住，实相常住不生不灭的这个理。听闻是个实相的理，而且能够闻持，听闻之后能够受持在心中的话，可以生生世世不堕三恶道。那个中底篇也有提到，这个讲到这个皈依的，这个皈依的功德地方也有提到。那么何得焚除，是世在福也。前面是说这个菩萨也好，菩萨为了这个半句偈可以舍身，代表这个佛菩萨对于这种经典的极大的恭敬心。那么两字除惑是说这个经典的本身，你要受持在心中的话，那是有很大的加持力，所以这个经典是尊贵的。那这个第三个举第三个理由，为什么不要焚烧的第三个理由，是在福也。是在福，就是说是在福在，这是一个概念。什么叫是在福在呢？假设说我今天布施一座桥，那布施一座桥的时候有福报，而且这个福报呢，不是说布施完了钱捐出去的福报就到此为止，不是的。只要桥还在，那么不断有人因为这个桥得到便利，那个通行的便利，只要桥还在，我的福报就不断的增加，直到哪天桥毁损了，我的福报才停止增加。只是停止增加，但是不是没有，在你阿赖耶识里面种下种子了，在你心中啊种下种子，不会坏。乃至我们往生的话，人死了之后，只要这个桥还在，那这个福报就还不断的累积，这个叫做世在福在。这个是在大贝兰讲到那种八种无作，讲了无作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八种无作有提到这种是在无作。那这个是你如果研究在家背来，你自己去看的哈。也就是说，你今天发心印一本经典，你发心印一本经典的时候，只要这本经典在存在世间一天，那么你的福报就相续一天。
所以各位印经的时候啊，尽量用好的材质来印，可以让它保存的百年不坏，你福报就可以一直相续百年不坏。好，那这个叫做世在福。好，那么施主他今天发心印经，然后呢我们无缘故把它给焚毁了，好，认为这个火烬啊得到福报，那这是不应该的，将失去的施主世在福在的这个福报相续的，所以叫施世在福也。好，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就是属于法物的这个法受用物的部分。看下一段，余其三项可以准钱。好，其他三项就包括这个属法物、供法物还有现法物。那比照前面那个，我们看比照前面那个佛物的部分嘛，佛物的部分的第二个，比如属佛物就是钱宝啊、田园这些，属法物也是一样，比如说你今天把这个钱宝、田园专门拿来供养这个法宝，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法宝的钱，不能用作其他用途。甚至你今天要印经典的钱，你说这个钱我专门要来印经，严格来讲印论都不行，因为经跟论还是不一样的，经是佛造的，论是菩萨造的，那还是不一样。甚至你说我要印阿弥陀经的钱，印地藏经那都不行。所以就说我们一般当然我们当然在比如说我们注印经典的时候，我们还不至于很少了，指定说我要印哪一部经典，大部分都是说比如说这个专门印经典，像红花社专门印经典的地方，我赞助你们随便印什么经典都可以。但如果说他要指定这个要印地藏经，那你就这个钱就只能拿来印地藏经，不能印其他的，印其他的经典那就犯戒了。好，那这是属于属法物，这个钱宝啊、田园啊、人畜等等的，专门要拿来印经用的，好的这个资财，它是属于法，它不能拿来，它不能够在上面，它在上面不能够写经文了，你不能在钞票上写经文，所以它不可能做法受用物。那第三个呢，供法物，香花灯烛床幡这些的，像我们佛堂当中，我们在佛堂当中最好三宝都具足，好，比如阿弥陀佛，这是佛宝，然后呢，你看佛桌上啊，供养一本经典，好，一大乘经典，《法华经》、《涅槃经》、《华严经》都好，供养经典的时候，然后呢，你去那个流通处请那个很庄严的包金布把包起来，好，当然你不用到流通处找也可以。其实像佛前的供具我一般都不一定在流通处找，我很多是在那个精品店找，好像有的什么水晶莲花，真的好的水晶莲花啊，那种什么澳大利亚这种 lotus 的，那个是在精品店买的会比较好，那个有时候流通处买的都比较没那么都比较次，一般那也有好的。那供佛的假花、供佛的水杯，这个都是在精品店买的，好像供佛的水杯你可以去买那种比如说江西的陶瓷啊，非常非常庄严的啊，一个啊就很好看，一个比较昂贵的，或者呢你喜欢景泰蓝的，用景泰蓝的也可以，所以不一定要在那个佛教文物用品店，因为佛教文物用品店比较不会卖这种特别高级的。但就像我昨天讲的嘛，我们供佛的话尽量用你能力所及的尽量高级的供具来供佛，还有但香炉那就是一定是佛教文物店请好一点的香炉，然后花甚至其他供具，种种庄严之具啊。那供养经典也是一样啊，香花灯烛床幡，你可以跟佛像供养在一起，那佛像然后旁边放经典这样子。然后处理方法也是一样，花比如说当然你如果跟佛像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供具就是通通就属于供养三宝的，就没有分那么清楚。但如果说比如说藏经楼
他特别供一本华严经，一部华严经专门供养他的。比如说这部华严经是这个非常殊胜的，用像这古德用金字，用那个黄金的磨成粉来写的华严经，特别的昂贵，也特别的尊贵，特别供养他。供养他的时候呢，所有的香花灯烛床幡都是属于这部经的，好，他不能够跟什么拿去供佛啊，供其他不可以。好，然后一样供这部经的花太多了，可以拿去卖掉，做其他公务来供这部经。那如果床幡宝盖这些的话，只可以转变，太多的话只可以转变，比如床那个原来床变成幡，或者幡变成宝盖等等的，可以转变，但是不能转卖。好，那跟那个供佛物供养物一样。那第四个呢，献法物。献法物这个可能比较少了，比如说你在法宝经年之前供养饮食，这个水果啊，饮食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开源侍卫者用之。好，当然如果是你自己家的经典，你就是侍卫者，你自己可以斟酌的使用。好，那我想看也是一样，原则上啊也是过中午就把它撤下来了。好，那这个是属于法物的这个四种。好，那法物四种是比较单纯的，跟佛物的四种是一样的。好，那这个关于昨天讲的佛物和这个今天讲的法物，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哎，请说。我只想这样想，请问有盖金布，但好多盖金布是丝绸的。喂。我只想请那个盖金布，但很多那种盖金布是丝绸的，因为丝绸是那个动物的生命所牺牲而形成的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其实因为好的材质是不一定要有丝绸了，有的好的材质，布的材质也是不错的，我是觉得可能不一定要用到丝绸，不一定要丝绸，好那种布是吧。总之那个有杀生还是尽量避免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因为是外面租房子嘛，就一个卧室，那我就那个书架放在卧室里，然后还有一幅字，就是写心经的一幅字画，给一个师送给我，挂在墙上面，这样好不好？因为在卧室里面，还有一些就是，你可以这样子哈，就是说像佛像也好，或者经典也好，如果说一个人独住，没有在其他房间，没有办法隔开的，没有办法隔开的话，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呢，就是说，像我们以前大学住宿舍的时候，我就说中间做个帘子。平常的时候把它拉起来，把我的床跟那个佛小佛堂啊，等一个房间把隔两半，一个是小佛堂，一个是属于生活起居间，用个布帘拉起来。尤其是我们换衣服的时候，把它拉起来。不要在波尔心经前面换衣服啊。我也觉得是的。但墙上的挂那个心经这字怎么办？假设说真的无法避免。就是说你能够拉起来，说把这些全部都盖住，那就要不然的话就是特别波罗星星做个帘子，啊，把它帘子盖起来，尤其在换衣服的时候盖起来，我们穿内衣啊跑来跑去的时候啊，他就把它盖起来。哪一位？丁宁师傅，我想问一下师傅，就是因为那个。阿弥陀经就是境界师父他讲的那个讲经的，他们那个居士把它记录下来的这个讲记，但是我当时也没有看清楚，就把它打印出来了，打印了一本书，但是现在就是看的边听边看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些问题，但字又很小，看不清楚。但是我不知道这本经书应该怎么处理。就是你已经不想受用了。
我是看不清楚，但是给别人嘛，有里面有一些错误，有排版那个字也不对。很多吗？那个排版那个列表都是因为他打印出来的时候已经那个移位了。叫别人看肯定看不懂。如果是说不是很严重的话，可以跟人家结缘。那如果真的如果很严重，那也只能把它火化掉了，因为给人家看到的时候才能误解也不好。我们就刚刚我们讲，为了护持这个法，因为对法的尊重，就是说对法的尊重，我们不希望法以一种错误的或者不庄严的形式显现出来，所以为了护持法的心态，那就把它火化掉了。感恩师父。阿弥陀佛。师父，我好多年前就是说把那个楞严咒啊打印在 A4 纸上，然后呢又另外一张 A4 纸呢写了25的佛名哦，我就一直放在我背包的一个小兜里面。我背包我不知道，现在纸都已经坏了，那这个有没有过失一直背在身上？还有这个已经碎了，背在身上没有过失，但是没有保护好有过失。哦，背在身上是没问题。哦，但是你以后我们如果佛像或者经典放包包里的时候，你最好用现在也不是什么塑胶套子什么的，把它包好，因为包包里面总是东西动来动去嘛，会容易磨损，所以最好用个塑胶套把它套起来，再放在你包包里头去。那这个已经现在破损了，我以后怎么办？那这时候就火化掉了。哦，好的，感谢。喂，阿弥陀佛，弟子师父，弟子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也曾经呢有一些师父呢给我们结缘了一些经，那个经当然是很小的，像一个挂链一样的挂坠一样。是说，也跟师父请教过啊，说这个，比如说像《金刚经》啊、《药师经》啊，就这些怎么保存？那师父说呢，因为这些经呢随身带呢是对自己是非常好的，就放在哪里都没有所谓，甚至挂在身上、挂在手机上、挂在包外包里都行。那现在听了这堂课的话，觉得好像是不是也不够庄重，或者说有过失？这个叫那挂坠哦，不要当手机挂坠啊，因为手机你的有时候放裤带都有可能。那么，所以说就是说，经典也好，佛像也好，当挂坠，我觉得是挂在房间或挂车上还可以，不要说挂在那个手机上面。对，因为地藏经是说是有护身的作用嘛，所以都是让说给家人结缘，让他们放在包包里，或者是挂在包包外面。这样看起来是不可以。就是说，因为一般的人哦，有些没有信佛的，他挂在那种包包外什么，很容易亵渎了的这种情况。比如他比如说带到厕所，他直接带进去了，对不对？那最起码假设说信佛的人，像我们呢，比如说我们身上带来什么佛珠或者是什么佛经什么，我们一定会请一个人在外面帮我们拿着，不可能带到厕所里头去。那在家居士可能信佛的还好，有的没有信佛他可能就做不到，他最起码他要把这东西放在包包里头去啊，不要在包包外面晃来晃去带进厕所，最起码最下贱了。但一般人恐怕他也不见得做得到，所以我觉得说像送给他们挂坠，可以跟他们说放在家里啊，哦，或放车上也一样，效果一样。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以前刚刚接触这个寺院的时候呢，看到寺院后常州啊、讲义寺啊、中天寺这外面呢，像尤其像这个中天寺这外面，有很多就是居士也好，或者是我也确认啊，就在卖佛珠啊，卖一些什么东西的啊。那其中呢，他们也会对亡人呢说，你可以烧一些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因为我去寺院不算太多，就比如说烧什么药师金也好，什么观音金也好，都说是这个反正小小的一个白色的，说是给亡人就是做佛事时候烧掉。我不是很确定那里面是不是专门有金的字啊，但是觉得既然是在佛寺外面，而且是看起来衣着是居士的这个人在卖。就是相对来说是推荐大家去烧。那假如说我们从今天的课程学习来说，就是非常不光说不如法，过犯很大的。但是为什么寺院
现在很多寺院门口啊，现在大陆很多寺院其实是寺院本身管不太着，因为有很多寺院它是反正有很多因素了，就是寺院有时候管不太着，就是属于寺院，但是在寺院外，对，在寺院外，但是寺院有时候管不了，因为有时候那个地方的政府他们也推动观光啊，或者是我这么小贩啊自己跑去啊，他只要去买个居士服，买个居士服你就会以为他是居士的，所以就甚至像出、哎、甚至有的人整村的人买那个出家衣服到处化缘，然后剃光头然后穿出家衣服去化缘，以前也有啊，所以这个也不是说他穿居士服或穿出家服就一定是信佛的，倒未必啊，因为这个大陆这个方面人太多了，再管不了，所以你就只有自己用智慧去判断了。所以觉得学习这个内容对我们这些啊其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嗯、所以有机会也跟其他有正信的佛教徒讲这个正确的观念。好，我们先下课休息15分钟，有问题待会再来接着问。